多兰顿，抠一下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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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位。滑了，抠一下，二级我们学一个一技能，抠一下，致命点炎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，闪现。本以为要跟他换，嗯，但没换掉，还可以接受。走了。为什么不带征服者？梦魇征服者不厉害。咱再来一个皮海。你可别打啊，梦魇就带电刑这都行，主要看你是想怎么带。哎呀，还装逼，我的天哪，老牙锁装逼我是没想到的啊，这波装逼有点意思啊，滑了滑了滑了，哎呀，这被塔砸了，不行啊！抽一下，我们往中走一波，这波应该能打，可以打，来抠死！这人头拿的舒服啊！梦魇不好的一点就是这英雄不好控线，小控一波，让亚索强打只能到这个位置跟我们打，嗯，让他只能在这个位置跟我们打起架来。希望大招是智能施法，亚索有没有闪现？有没有人记着的？亚索有没有闪现？没闪，可以啊。如果他没闪，只要他在这个位置出现了，他就必死。我说了，直接死，不要放风墙，不是不要放风墙，不要放 Q，
等给他恐惧完了，我们再放 Q， 要不然 Q 容易空。像这种英雄没有小兵了，就比较的弱了。他只能往冰堆里边走，他没有办法。QE， 他指定往我身上穿，滑了滑了，不打了，挡住，回家了，走，跳弹下去，然后吃狗屎，闪现，恐惧，走位，吃屎，哎呀，来的这么快吗？给我点盐了，他还快乐上了，还真跑了个断我兵线。真有这么快乐吗？定，好定。链滑了，啊，有风墙，这边把亚索杀完，努努来了，把亚索杀完，我们直接无敌，直接无敌了，因为下边他还得死。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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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大 ，QR 直接秒。再收一波兵。在这等一波亚索，80+50+65等于多少？快速给我答案。他居然选择了传送，我没想到。195。那刚才蓝够。这波细节一点，让塔皮消失。谁暗示 double 了？哎呦，我 ADC 居然安是 double bow 了 ，Q 一下链儿，致命点炎 W， 滑了滑了，咱就不去了啊，把一塔拆了，马上去找到 ADC。正好我们这波有大，
先把上路塔推了，然后再推一波兵线回家，我们出门杀 ADC。亚索会不会搁草丛里边啊？2850。没有人守，我可拆了啊！我可拆了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！我把蛤蟆打了，蛤蟆打完，我们再打个三狼。OK， 回家，无敌了，去杀 ADC， 7-1。把他锤了。这人的名叫开杀的心动，一看是卡莎老玩家了。打个蓝啊，忘了，没事，没关系。黑吧，滑了滑了滑了，双杀，赶紧吃塔皮。差一下，下件装备收集者，哇，双 buff 我要了。我们这波找到卡莎啊，看看下路他还推不推，下路不推了，他们就可能去中了，我们在中路等他。机器人跟卡莎应该去中路，哎，等他，直接飞！哎，我来了，傻艾克，闪一手好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都得死！哇，抓 Q！ 回家收集者。寒冰的箭射的不错，寒冰。黑暗来了。下一件我们出夜印之风，找到卡莎。这把我们决定给这卡莎杀的就剩100块钱。哎呦我操！这控制有点多啊，这个控制。没让我动，扣一R，我人没了。
没有事儿，这1000块钱给他一波，双 buff 我们继续持续啊。你等我10秒钟，你别动啊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别动！你别动！我的双 buff， 哎呀！杀一波艾克吧，往这儿走来。没事，他这没啥虚区。给个红吧，小胖子。嗯，小胖子明白，这把的红是要给我们的。唉，刚才离卡莎太近了，稍微再离得远点好。呀，投降了，完了。